然后或许可以的话，也希望导演可以把你的电影节的那个作品带往他们日本的这样的地方。好好，是在哪里？爱奇还是在哪里？ユーラシアフィルムフェスティバルです。它的优雅电影节。优雅电影节。欧亚电影节。是在哪个城市？どこ？どこで？今東京考えています。现在在考虑要去东京举办。四月なんだけど。四月。四月。四月。十一月二回考えてるんです。会有两次，但是四月跟四月这样。好。その香港の映画祭は何月ですか？香港明年想要在香港办的是几月？三月份。三月。ちょっとレイプの映画が間に合うか心配だけど、もしかしたらトレーラーとか何か。もう一回は小さい映画祭は2月。これは中国にある。北京で九月。北京で九月。じゃあそれに間に合わせて発表したいです。如果赶得上的话，请让他就是可以让他的电影在北京放映。今世界中でね、ハリウッドのセクハラを訴えたミートゥーがヨーロッパでも広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スウェーデンで4000人の女性が私もレイプされたって声を上げて、数百人の人が仕事を下ろされてる。で、もしアジアもこの流れがやったら、社会全部が、地球全部が変わ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から一緒に力を合わせてやっていきましょう。对，然后我也可以介绍一个人给他，就是叫 Ram Devineni， 我们刚刚请他到北京来，他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然后他也做了一个漫画，然后第一集就是他创作了一个印度的漫画女英雄，第一个故事就关于强奸的，然后第二个故事是关于那个 acid attack， 就是硫酸攻击，然后第三个故事马上他明年要做出来的是关于人口贩卖，所以都是很女权的，而且他是非常一个非常好的编剧，而且他懂得怎么样把一些故事变成非常好的剧本，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可以做一个国际的合作创作。叫 Ram Devineni， 我可以发给他邮件，然后介绍。我也可以拿我们的那个手册，上次手册拿过来给他。